2018，我希望写一封家书给这个世界上每一天充满爱心的你，每一天努力上进的你，每一天不放弃的你。同时，这份带着真诚与信念的家书，我也想送给未来的自己。写一封家书，致最爱的你。你好，收心快乐，我是王俊凯。没有堆满的话筒，没有闪烁的镁光灯，这一次，我决定以写信的方式和你交流。不知不觉，我们已经来到了2018。在一个手机连接一切的快速时代，人们已经很少写信，所以当我手握钢笔写下这些横平竖直的方块字时，心里边有一种奇异的感觉。一直以来，关于我，很多人都会用张爱玲那句成名要趁早来形容，或者是用流量少年来定义。可能除了陪伴我长大的粉丝以外，人们对我最大的好奇就是，小小年纪你凭借什么成名？掌声的背后，你究竟又付出了多少？其实小时候的我并不向往聚光灯下的舞台，那时候的我比现在更要内向，因为没有才艺基础，一群孩子当中我是最不被看好的那个。所以从成为练习生的第一天起，我就拼命努力，周一到周五在学校里面上课，周末两天就会早起，一个人乘公交车去公司练习。那个时候我11岁，很多人说这孩子不行，但越是这样我就越不服气，你们越说我不行，我就越要拼尽全力。我很喜欢《信仰之名》里的一句歌词，我拼尽全力只为换取一个不确定的奇迹。从一开始的默默无闻，被否定，被质疑，到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鼓励，几年下来，我的命运轨迹确实发生了转移。对此也有很多人问我，盛名之下你是不是承受了一个少年不应该有的压力？我不知道用怎样漂亮的话去回答，我只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压力，但没有一份压力不可以变为动力。这些年我很幸运，光环给了我被大家看见我的机会，也让我更加心怀敬畏。2017年秋天，我通过高考顺利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。而此前，就像我小时候参加选秀的时候一样，对于高考没有人觉得我行。很感谢从小到大遇到的老师，是他们告诉我什么是可以真正证明自己的途径。不要相信那些不劳而获的童话，真正强大而成熟的人，他们信奉的是天道酬勤。2017年9月，我进入了18岁。18岁，我的人生将会面临很多选择。不管面对什么处境，我们总有权利选择成为怎样的人。当我们选择将明星影响力用在正确的事上，流量其实也会成为一种力量。我希望用自己的绵薄的力量去影响更多的人，一起为这个世界发热发光。未来有你，与有容焉。2018，王俊凯和你在路上。此致，敬礼。2018年2月10日。
家对我来说是难过的时候一张悄然递过来的纸巾，是困乏中让人静静依靠的高楼，是迷茫中慢慢照亮前路的光亮。家就是有爱的地方。2018，让我们继续努力，相信会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，让我们带着微笑并肩携手共同加油。熟悉的旋律都依然依稀，没有